嗨，梦玲老师。嗨，大家都叫你梦梦老师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们不行这样叫，我们要叫你幸福的梦梦老师。是，很幸福哟，学音乐很幸福。你的表情看起来，OK。我们带来这首流行歌曲《飞鸟和蝉》。好，来了。来呀。清晰的夏天，听不见的雪。